背还会痛吗？刺刺的。就是我们两个来抽鬼牌，抽到鬼牌的人呢，就在身上贴名字。你说你要哪一张？这边这张啊。好，就给你吧。你知道这个角度好吗？你这角度脸看起来很大哎、欸。真的假的？最近吃太多了。好，那我来贴名字哦。嗯。这边这张啊。好，就给你吧。好。哦，掉了。我们就贴一圈挂在这里，这样我们拍照。或许更有机遇可以拍到一些东西。贴有点丑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觉得这有点怪，狗都没人叫了一个晚上、欸、你是有感觉怪怪的吗？因为上次也在这里出事啊，还是我们宝贝决定啊。你说问一下神明的旨意，荒郊野外还是问一下比较好吧。好、啊，不然我们宝贝决定看看，看一下神明怎么说。现在要来宝贝，因为我们没有硬币，我们就用这个替代两张鬼牌。我们问他，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进去？行，不会的话，那我们就进去。请问你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拍摄？第一次是秋杯，那我们再把第二次试试看，请问你能不能让我们进去？这是什么杯？就都是不秋杯，对，三次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三次才能确认。就请问你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拍摄、嗯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无意冒犯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一个行规。哎、欸，三次都求不哎，所以这个意思是他不让我们进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应该是吧。如果通常就是佛教徒遇到这种状况，会是不是会换个方式问，然后再问一次看看这样？对啊，要更诚心一点吧。好，那我们再试一试。那请问你刚刚是不是不让我们进去？如果是的话，请给我醒杯；不是的话，给我臭杯。所以他是说不让我们进去，应该是哦。那也是要三次吗？应该是要三次。那一样刚刚的问题，请问你是不是不让我们进去？如果是的话，请给我醒杯；不是的话，请麻烦让我们进去拍摄，然后给我撤杯。麻烦了。他就不让我们进去，是不是？欸，你不觉得真的蛮悬的吗？就蛮奇怪的啊，而且一直听到一些怪声音啊。对，我们又听到怪声音。你就是麻烦请你让我们进去，然后我们就麻烦请你让我们进去，然后我们只要。你刚刚听到勾破的声音吧？有、啊。看能不能让我们进去拍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给我一个醒杯。看一下，
再不让我们进去。好像是哎，好像蛮明显的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听他的吗？照道理来说是。可以再问最后一次吗？这种事情，你觉得？通常一直问会。会怎么样？会不太好。真的假的？啊就。因为我是不清楚佛教的规则。就。有些事情，有些事情你强求了，对不对？不一定会好。有些事情不能强求了。是啊。可是都来了，还是就最后一个机会，最后一次，我觉得他，风变好大，好，真的最后一次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最后一次，如果你，你在看什么？没有，我觉得风有点寻常哎，有点不寻常。我也觉得突然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们赶快最后一次。快点啊！如果真的、真的、真的不让我们进去的话，请给我一个请杯。对，那如果我们进可以让我们进去的话，给我个糗杯。我们真的无心打扰，真的只是想来拍摄。如果真的打扰到了，就给我请杯，我们马上走了。走了吗？走了走了走了，收一收一收。刚刚真的不管怎么塞都不对。刚刚那风很奇怪，而且我们现在一要停，风就没了。是啊，现在没风啊。我刚刚跟阿雅讨论，因为这边他不让我们拍嘛，我们想说就换一个点拍，因为毕竟都来了，我们也想拍到一些东西，也是一个蛮阴暗的地方。好 ，OK。那我们就过去吧。干王狗，王狗，好有东西哎！干我背好有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刚好装的东西吗？对，大家好，我们又回来刚开始的地方了。你现在感觉还 OK 吧？有点虚脱的感觉，就很累啊。我们玩的整个中间，包括一开始在走，然后在录，然后在玩牌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吗？本来就不太喜欢，就是做会冒犯，就是一些神灵的事情，所以我就会比较严肃吧，比较紧张，比较沉重啊。因为你也第一次做这些挑战。这些事情，那我自己是我们在上面刮杯那个时候，气氛真的比较紧张而已。那时候真的心很沉，而且旁边树林，你不是有听到会有一些声音？对啊，就是一些怪怪的声音，也不像人的声音，就是有点啪啪啪这种感觉。其实而且中间那个拍拍，然后突然风很大，嗯，真的，对，风突然之间就很怪，人家在警告我们说不要再来了。对，而且其实我刚刚看你那个伤口是一条，很像有东西划过去的感觉。刚刚看那影像，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像不像一条虫掉下来，然后画到。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析一下。我刚刚也不应该一直问他说要不要进去。可能上次发生事情了，然后这次又回来，有点不尊敬吧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的错啊。我可能就一心一意想要拍出这种好的东西给你们，然后我不太了解这个宗教的规则，我不知道说刮杯到底是几次不能进去，还是你能够继续刮，所以可能误触了这个禁忌。我觉得我们人现在是没事的就好了。嗯，对吧？对啊，人没事就好。最后就。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阿瑶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